现在时间是1月7号的凌晨3:08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1楼量体重，然后量完体重之后就要去拿脚踏车跟训练台，因为他要输入你的正确体重在 Z 位上面，所以这是需要量的体重。然后昨天其实有先量过，大概是71.2。然后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再少一点。唉，记得之前还是大概70.0，然后结果昨天量就直接变71.2，就非常的重，所以今天也要爬更多的输出，就要做更多的输出才会有一样的爬升。对，所以这个东西应该是等体重比较轻的时候才挑战的，但是就是说要骑了就把它骑下去吧，然后去量体重。我们这宿舍啊，这里有一个体重机，这些都是宿舍的信箱，然后这里有个体重机，70.5，好，70.5，很棒，很棒，可以，可以。果然，起床没有喝水，有点脱水，还是有差的。先70.5就70.5，然后再来我们要去地下室牵脚踏车。哎，地下室牵脚踏车。我的脚踏车在这里，先用这一台来挑战。好，你就把它牵上去吧。那这支影片先录到这边，等一下就可以直接进挑战的环节。拜拜。